这个就是代表一件事情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们的段位还太低太菜了，才会遇到这种蠢事。又是月舍夫，手机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有那个。看他会不会注意地下室，就知道有没有程度了。通常有程度的监管者约瑟夫才会去注意到地下室这种东西。他那种没有程度，算是真新手的，就是不会去注意到地下室。你卡是什么东西？通常岛中间这边，如果是那种假新的约瑟夫，直接就找过来了。这样讲起来，我们好像约瑟夫没有遇到那个齁，没有遇过那个假新的。空军在那里，有医生啊！这有点搞笑啦。哎呀，你这医生在干嘛？不要学我，你没有我那么猛。为什么要学我？你没有那么猛，干嘛学我呢？我就在把闪现拐出来的东西。这医生真的是齁，很想秀哦。啊，不用补啦，我不需要啦，没闪现的约瑟夫跟老残穷一样。哎哎，砸板子救自己。哎，看得懂就好。因为为什么刚才不给他补？因为我们的机子赶得完这两台，两个人坐在这边。所以我要去引导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，低端局你要能去引导你的队友，也能引导你的队友之后呢，那个节奏效率就很快。先给他引导说现在补血没有用，然后我们现在能这样子修机，
到底想干嘛？干你哪嘞？哦，你不要让我觉得你是真笨好不好？害我以为你真的要追到底。来不及，没办法，救我救就好了。亚马也刚好啦，差不多他们修完。嗯，哎，你进镜像干嘛？你有事吗？那你，医生，你还在挂网啊？医生，小姐，他为什么他被救下来了？Where are you？ 我的 fuck！ 让你挂不了哈。这夜色服，哎呦呀，他头很痛哦，这个。What the fuck？ 挂网。他为什么挂网？脚印也不在这边啊。干你哪的？这个。没差了，我顶多救不了人，你要六你还是可以。干那个刀怎么这样还打到了？真的是乱七八糟的。你又没闪现的，你在那边跟我装逼。哎呦！啊，完了！靠腰。啊！糟糕，玩过头了！哦！他刚才是突然换人玩是不是啊？突然会转牌了。传送的声音，传送的声音。来帮我呀！干不来救我，操！你去哪里？哇，可惜了，这把本来是舒服的赢的，说只能靠我了。他救了我，惊吓了呀！啊，完了，我要让他看到我啦！监管者你在哪里？来！来，可以闪跑了，可以闪跑了。舒服。你转啊。你以为呀、想跟我装假心，那是另外一边门有开啊。哦，地下在这里，啊，舒服、哦。跳。